小六啊，将带领大家身临其境的感受史前世界。 赶紧走。 前马后的，你竟然想弄死我！不是说这里还有其他人吗？啊，人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施工队一直打不通电话，信号也没了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这都是什么情况啊？别吵了，先做渡轮离开船。这个岛还没有开发完成。 无论是临时租的早开走了，三天后才来接人。什么？就是他，让我骗人来判什么天使迷。你还我老公！不是要做血和融资吗？来，大伙别吵了啊！有新发现啊！快呀，躲起来！
叫你们了，别动！你们不能走！你们把这里的事情说出去，我的心血就白费了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他已经疯了！我的梦想马上就要实现了。你看，你们不能走。我的梦想马上就要实现了。小哥，你看，虐龙族吸水性，如果让他离开这里，对现在的生态是灭顶之灾呀！用炸药，快把炸药弹撤上去！喂，阿林，快去帮忙！又到遥控器了，火一跳车，一定引爆！好。喂，你们能行吗？你还有其他办法吗？妈妈知道。你可以照顾好自己。妈！妈！妈！
部位，只要让他失去平衡，盘古王蛇就有反败为胜的机会。陈仙子，快！怎么回事？不是这个，怎么这么多？别找了，你都不是我去吧。怕吗？妈妈怕，但妈妈更害怕是失去。我不想当你的拖累。他们给下你命令。